你就把我记录数据面拿着不知道花语了我们把我的过安的人把我们不为你过不给了他他接的我拉你怎么好吧他为什么今天嘛今天的人没有表情过年病情其实在他的回家来的人在中间今晚人来讲嘛不知道是人家一句话吧他就要交流的表达嘛今晚的人家一句话是说咱们就就那么漂亮的男的，看那看那人家漂亮的，他妈的，要那表扬的男的在上面，把屁都摆在那边，他妈的，人家一老干嘛，你们男的自己讲不着，他小腿人家一劈开的，是不是？他这来人家家的媳妇，哎喽，一路他妈他们出家的嘛，苦逼的，你们娘们，那男的都跟着岁数了哈，不差嘛去的，不差也能去。你还得人家一步着，你面对人家一步着，当某些的无知的水平，我们也是啊，不，他们也来给这个地方经验。这样子的话，真是经验是吧？起码我公就有接触人家的，这无知的也当某，阿罗年代阿罗，哪代阿罗，家里阿罗，突然他妈接触出来，然后。马路对，那开车是不长的，人家也一定能找出路来，是吧？你买，这不知道花钱嘛？这些肉嘛，交流是就行。不知道花的土地也让我进进去了。你讲到面嘛，起码有本事家了，空租金阿片，那起码我空租金收，那起码我亲近进入收里面，这些肉。第一米六也涨幅，米六今天给来炒的，知道不？第一差不涨两口吧，咱们起码第六位第一差不嘛，第六位明白了。大家，我估计嘛，拉比罗，第六年年后，接触今年有表演的，起码有南竿也三万二六五的，第六年年也比较多，三年的差不多，目的叫花叫嘛，就是来挣钱嘛。要起码有人家一样不，阿六嘛。一直靠强强打仗，努力靠强强打仗，抓住人家一马轻枪过，抓住人家嘛，啊，这个地铁的阿布都有嘛，铁钢没有，都关了门，铁的要不阿鲁嘛，就算能过，都过得过，你家不有那什么搞，目的的花费了，起码有这个，都得怎么样怎么样对，阿鲁嘛，买米了，过有米了，过来第六位，咱们怎样？过年呀，你都得熬着，六月是得吃点年关肉，六端没事的。人家一般来讲，这个肉没忙不忙？人家一般来讲，天子老太忙不忙？一般人家有两个人哈，你往南家也都带着了。哦，六大爷两个人，你南家人嘛，这开口人家也是吃，他嘛吃的，那两口子那样嘛，人家呢，像。什么场面？去点这个呀？这青龙是青龙，这青龙嘛，这青龙是青龙嘛，这青龙够稀奇了。哎着，那他这个啥，某种家庭嘛，看他养肥的时候老危险嘛，哎呀，那就是危险。云南干嘛？这个人家那的是康王起的嘛。哎着，第一路这个路人家那人家偏啊，路口，起码路好嘛，那我们家那路，路难过啊，便宜。压力越来越大，就把路上他们困难越大，就把路开嘛，人开车在搞，没压力的人家也多，压力都那么多，啊，困难压力，你说的谁给他说？你困难我那么多人受不了嘛，你去吧，啊，困难是了，他的高那边的那了，那来他嘛，压力受不了嘛，你困难我人家就啊对皮啊都冻出来了，哎，这个谁呢？起码说阿都吃不了，短难就行了。起码说也，那个跟那个什么，他讲的高浪哈，阿都有钱的，人家的如果一个，他别话高了贵的，你们为什么能苦皮了？要不然人家也干什么？人家也干，就这样。人家有天天看那边，人家也有天天看那边，人家人家也拿着嘛，才比较高嘛，就那。那样，起码我那比较工具类的，阿都标准拿着，起码我工具买啥，人家也有工具价的。你看嘞，起码我，
မေတ္တာအရာ၊ကရုဏာအရာကိုကြည့်ခြင်းနဲ့ဆိုလို့ရှိလို့ရှိရင်ရည်ကြည်တာကတော့ဉာဏ်ရာရိတာအပိုင်းပြီးတော့လုပ်ပြီးရည်ကြည်ပါတယ်။ဉာဏ်ရာရိတာအပိုင်းပြီးတော့လုပ်ပြီးတယ်ဆိုတာကဒီမလေးမကဒီနိုင်ငံအတွက်အကျိုးဆောင်သွားတဲ့ပုဂ္ဂိုလ်အားလုံးကိုဂုဏ်ပြုရရောက်ပါမယ်လို့ပြောနေတယ်